让我将你心留在呀，试着把。大哥，帮个忙。你谁啊？我。这可是我大哥，有事找他说。哎，大家喝。你谁啊？这条街都是我的 ，Bradgadon。你们玩。哎。我可是幽兰院的新娘。我还幽兰院老大呢。那我们就我玩新娘。你别管了，我放大招了。人要找打呀，是真拦不住。大哥。干了！你干什么你？我警告你，别乱来啊！你是幽兰院的啊？你要嫁给幽兰院那个废物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结婚吧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。喝多了吧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先生。哎，先生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先生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所以，你愿意和我结婚了吗？只要你答应给我结婚，我可以治好你的病。你姓陆啊？对啊，陆先生，以后就陆。指教。对了，加个微信，以后多联系。你住哪儿？我送你。陆总，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。我们会很快就见面。哦，我也会很快就治好你了，你放心，我超级厉害。啊，你爸就舍得给你花钱。奶奶，你怎么在外面等啊？天都亮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在外头。阿福都跟我说了，我给你相了一门亲事。我身体都这样了，还像什么亲事啊？我可不疼你啊！你爸就舍得给你花钱，一夜未归，你长本事的呀？肯定是不知道去哪儿鬼混。说你站住，跟你说话呢。好了，婉婉，今天就要出家了，快上去换婚纱。喂，什么？
已经到门口了，幽兰院接亲的车队已经到门口了。婉婉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嫁到幽兰院去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站住！只要你答应今天嫁到幽兰院去，你母亲的遗物啊，我就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大奶奶，您在这稍微等一下啊。你回去吧。我白天不方便出来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幽兰院的人了。你就是幽兰院的主人。不然呢？你是不是快死了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把婚纱啊，把婚纱脱了啊。老太太，我们这样偷听，少爷发现很快。满意了吗？你们好好休息啊。你想的啊，知道吧。拉走。啊。你怎么了？啊？出去！出去！我不想伤害你，快出去！快！陆先生，我可以治好你。出去！少爷，夏小姐九岁就被丢到乡下了，当地的小孩都欺负她，都骂她没爹没妈的孩子。这是她的资料。奶奶，这些年难为你了。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挺好的。你可能啊不喜欢小婉，她呀才能治好你的病啊。你可能啊不喜欢小婉，要想根治你的病啊，两人必须真心相爱。奶奶，你真相信这些吗？我的命可能早就注定好了。谢小姐，我们家还有一套新的。来，这位帅哥，不用看了，我跟你们张总已经交代过了。帅哥，你人长得真帅，就是眼神差了点，我看着那么像售楼小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认错人了。你是那个，过来，我跟张总交代过了，我是来买楼王的。楼王？他要买楼王哎。干嘛？用来泡妞啊？泡你什么？
你买得起吗？我时间有限啊，刷卡。有钱嘛，让你刷得出来，我暴力慈祥。你刷不刷？再刷。帅哥，你真这么喜欢龙王啊？我那有一套，你要不跟我一块儿？我一块儿。过年啊，行这么大礼，有段时间没见，变礼貌了。夏希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时间，你不是应该在幽兰院陪着你那个快死的老公？你怎么走？夏希婉，看来你是在用你快死老公的钱包养小白脸啊？谁呀、啊？欠揍啊！贱货！我这就告诉爸妈。这就是你那个妹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爸，啊、哥，哎呀，傻傻，刚才是一个小小的误会，你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啊！哈哈。小手不小吧，以后说话别说那么满。哎，走了，小强。哎，您和嫂子慢走，24小时随叫随到啊，老板，下次再来。挺讨人喜欢的。嗯，蛋糕吃点啊，挺好吃的。你别叫他吃了，他从来不吃甜食。嗯。我挺好吃的。你俩聊挺高兴，继续聊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奶奶，里面那位是？这是南渊先生，他每个月来一次，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。会没事的，先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陆少现在极其虚弱，精神和肉体正遭受双重折磨。我的催眠疗法对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。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今晚就让他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。陆少得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病症。绝对不能暴露在阳光下。麻烦你今天到客房睡吧。我可以治好你。南渊先生说我的病情恶化，需要一个人待着。然后你怎么治好我？如果你不出现的话，可能我的病情不会恶化，所以请你出去，不要让我再说一遍。你再说一遍会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伤害你？你想家暴我？来吧，你可以睡着，但是请你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我不是让你跟我保持一定距离吗？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心情真的很烦躁。很烦啊！你咬你，我咬你啊！我咬你。你真的很神奇。以前我还能控制，但病情变化的超过我的想象。妈，夏希婉那个贱人，她结了婚居然还敢在外面包养小白脸，咱们可不能让她这么得意。哼，我本来就没打算放过她。你等着，我这就找你爸去。让你咬我，我咬死你了！
说。洗碗，明天晚上我们夏家有笔大生意需要你去谈。194998，晚上8点，你准时去见王总。你那个丈夫活不了多久了，等王总的事情解决了，爸再给你找一家好人家。不是说只要我嫁到这里，咱们就没有关系了吗？咱们按合同办事，你不想要你母亲的遗物了？啊，夏希文，看你这次怎么逃！少爷，大喜事啊！老太太一直睡眠不好，今天居然睡到中午才起，多亏了少奶奶针灸啊。她人在哪儿呢？少奶奶说处理点事儿，具体在哪儿没说。哦，哎，这脖子，哎，哦，没事，我下去了。二哥。嗯，我在老地方等你啊。是。哎，别呀，二哥，你都多久没出来玩了？干嘛娶个媳妇儿变妻管严了是吧？这样你怎么会开心？哎，哎，哎，老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新来的头牌。这小英。干什么呢？特意给你留的。二哥，哎哎，喝一杯嘛。干嘛嘛？你不会喜欢男的吧？难怪老夫人跟我说让我离你远点。你，你们两个都出去。我们玩。老大，他怎么来了？好好伺候王总。这次投资对象是很重要，别耍花样。嗯，王总，着什么急嘛？我先去洗个澡，咱们时间多睡。对对对，还是美女啊，想得周到。快去！等我哦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帮你解决的。我有计划。计划？还有吗？小美人，你怎么那么慢呢？要不要我进来跟你一起鸳鸯浴啊？还要跟你一起鸳鸯浴。哄你，你猴急什么呀？是玩玩新花样啊？嗯。嗯，呀，小美人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紧啊？我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啊！小美人，我又不小心磕了一下。老妹，你该洗多无聊啊，还是我陪你去洗鸳鸯浴。着急什么呀？担心嘛。快去床上等着。快点。等我一下啊！相信我，快点啊！等着急啦，那我就好好的。嗯，快点儿，补偿。你也老实点啊，好好看戏。出来了，完事儿啊。这么大点，鬼才信呢，不耍什么花样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进去看看。王总，怎么了？这是？
蠢货，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你怎么和王总睡到床上去了？老爷，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没发生。闭嘴吧你！现在媒体把我给压下去了，这件事情你解决不了，你就给我滚出夏家。我是被陷害的，老爷，你要相信我呀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到底还有多久到？进电梯了。喂喂，贾希婉，你这个小贱人，敢这么陷害我，你让夏家的脸面何在？那是你自作自受。你还在嘴硬，你在等你那个狗男人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等不到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派去的人啊，现在都已经把他给废了。留着你这条贱命，因为你对夏家还有点用。他就没那么好命了。谁让你惹到我了？怎么样啊？想动手啊？你忘了我小时候怎么教育你的是吧？等我再教育你一遍，是不是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敢惹事儿，就给你妈一个下场。打我手都疼，跟你的贱妈妈一样贱。林玉兰。干嘛你？别打我！你别忘了，我怎么还在我手里呢？不要！你想干什么你？你放心，一切事已经没有。我相信你会喜欢的。好好享受。哎呀，你给我做了什么？赵思婉，你个小贱人，给我回来！你到底在哪儿？回头。你有没有事啊？有没有哪儿伤着了？我看看。真不愧是女手，没有人来救你，就这胳膊。对不起。受委屈了吧？没事的。林林，还得是你。这次热搜的事儿多谢你啊，等你回国，请你吃饭。咱俩什么交情，你还跟我客气？不过婉婉，你们家那个那方面行不行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俩其实什么都没。回来了。谁发信息了？没事。你肯定有事儿。婉婉，你们家那个那方面行不行呀？哼。行不行啊？这个又发来一条，这是我的。婉婉，我的好婉婉，你就告诉我呗，他的腰到底细不细啊？细不细啊？跟他说。你们聊得挺开的啊，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啊？洗澡干什么呀？洗澡不就正常洗澡吗？你想什么？你是不是想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，我这什么意思？哎，确实把你一个人留家里，实在没关系，那我替你要洗洗。那我先走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是你没事，你喊什么呀？我没喊啊。我刚在外面。你有病啊！你骂我干嘛？
你帮我把西服脱下来，这西服太硬了，我这个手又弯不了。啊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哎，你摸一下，我先洗洗。我。你手不是冷吗？你啊？怎么了？喂，西婉呀，我是爸爸，没打扰你，休息吧。有事说事。啊，过两天呢是小弟的生日，我呢在帝豪啊给他办了个生日宴会，你呢是夏家人，也是他姐姐，要准时来啊。不去。西婉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今天呢是你阿姨做的不对，要让她当面给你道歉。我会准时的。你包包拿了，我在下面呢。这么巧啊，帅哥，在这儿接客啊？你在这儿上班啊？穿的跟个青蛙似的。还这么幽默，接客嘛，接谁都不是接。我今天生日，正好缺一个男伴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你这是多钱？包你一天绰绰有余。你这是多钱啊？50万。这位女士给我50万要包养我一天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，你还真是不客气，1亿这么糟了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突然有钱了不知道该怎么花了，穷惯了。哎，你还需要花钱？好吧，我不用花钱。还有，这是我男人，你想屁吃呢？你才想屁吃呢！你别忘了，你已经结过婚了啊！我也好心提醒你啊，他是结了婚。结婚怎么样？我就喜欢结过婚的，你咬我呀！真不愧是狗男。哎，这片儿，出门记得打把伞哦，晒得黢黑。假惺惺。看不出来啊，挺会怼。你刚才也挺霸气的。那我先上去了，我回来啊。哎，你别真把我当小白脸了。把事情都解决掉，你可以的。夏希婉，出息。哟，这不是夏希婉吗？要不是小蝶邀请你，你配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吗？你给我站住！也不知道你给那个小白脸灌了多少文章，把他迷得团团转，竟敢拒绝我们家小蝶。你看上的男人果然跟你一样没眼光。你谁呀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这身上穿的今年米兰时装周走秀款，就你也配？哦，我知道，是你家那个病得快死的老人。哎，说话注意一点哦。我这件裙子确实挺好看的，我家里还有好多件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不如来我家里好好的参观一下。夏希婉，你就是一个被包养的，你还包养了别人，你拽什么拽呀、啊？来，文文啊，之前啊，阿姨有不对的地方，阿姨向你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，我也不需要。文文，阿姨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懂事了啊！我不懂事，你怎么不问她做了什么？夏希婉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爸妈都已经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了。母爹不知好歹，谁不知好歹？小蝶，你怎么跟姐姐说话呢？啊，就她也配当我姐姐？我
我就是一个什么？今天是你生日，大伙都看着呢，别闹得不愉快。行了，你记住，今天我就让着你。 阿婉呀，阿姨之前阿姨吃不少苦，帮帮她吧。阿婉，阿姨求求你，以前都是阿姨的错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帮阿姨治治，好不好？阿姨求求你了。行行行，夏希婉，你还在愣什么？你还不赶紧给妈的腿治好？治，我是可以治，不过呢，我有一个条件。 把我妈东西给我，而且我跟夏家从今以后一刀两断。夏希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之前是我们说好的。不答应就算了。爸，我答应你。爸，我。唉。 好了，我能走了。太好了，妈你好了。太好了，你医术真高明啊！哈哈，又是个贱丫头，我的腿。夏希婉，原来是你害的我，你不愧是你那个贱人妈的好女，天生的贱种。 啊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是疯子吗？说错了吗？不就是你爬上王子庄？啊！疯了吧他！夏思文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！都是一家人嘛，有话好好说呀！一家人，你们把我送到乡下，没来看我一眼，当我是一家人？你们把我卖到幽兰院。 在家里数钱，想着买钻石、买包包的时候，你想过我是一家人吗？把我送到王总床上当玩物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一家人吗？你们骗我的，好像是……哎，厉害！哎，你竟然勾引我老婆！你放我呀！你滚！滚！ 王总太太，先不要动手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还敢拦我？夏家是不是想跟我们王家合作了吗？不不不不不，王总夫人，别闹了！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！哎，今天受委屈了？没有，没受委屈。你现在是五个人了。 咱们两个去年一起的，我可以自己结婚。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做不出这样的事情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以后都不知道怎么活的。谢谢。 喂，你好，你是？你嫁给尤兰院那个病秧子就不认识我了？苏西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我已经结婚了，没事，我先挂了。 哎，你别着急，今天晚上到8点钟房间来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有病你去看医生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你妈的死因吗？我找到一个你感兴趣的人，记得准时到。喂，苏西，喂，你说清楚。喂，陆总不在，陆总在洗澡呢。 陆总不在，陆总在洗澡呢。
你干嘛呢？陆总，我在整理你的紧急文件。谁让你进书房的？婉婉，从昨天没见你还这么好看。什么事儿？林婶，是婉婉小姐吗？婉婉，不是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想带她走了？可以啊，先陪陪我。你有病啊！走，你干什么？啊？啊！你个混小子，林婶，哎呦，林婶，林婶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把他带走。婉婉妈妈对你这亲生儿子，你会遭天谴的。苏西，你疯了！要是他出什么意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啊，但是你先陪陪我。你能疼我了？你能疼我了？我来帮你好不好？你看你，好几的衣服都没有脱。你就是这么帮别的男人脱衣服的，对吧？没有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你觉得你这种小动作能骗得掉我吗？是没骗过。我本来没想伤害你，但是你为什么激怒我？放开我！你他妈谁呀、啊？我是他男人。可以呀、啊，小媳妇，再保护你放心去。看外边就跟这种贱人在一块儿。外边的人呢？都进来。大哥，全都解决掉了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们以前怎么样，但以后你要再敢欺负他，我就弄死你。今天给他好好上一课。林氏已经送医院了。今天的事儿，谢谢啊。来，我给你促膝长谈一下。谈什么？咱们两个是一家人，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？这事儿我想自己解决，不想麻烦你。为什么不想麻烦我？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应付得过来。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你应付不了的我帮你应付，这不是很合情合理吗？我给你打过电话，是一个女的接的，她说你在洗澡。陆总，我在整理你的紧急文件。那你觉得我那天是在洗澡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认识我这么久了，你相信我吗？那天没有接到你电话是我不对，对不起啊。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，我不想你受一点委屈。嗯。我突然有点急事儿。你踩着你尾巴了。傅寒婷，哎，那个没事了？不是，这是我来事儿了，你能帮我买点洗发精吗？我，你不是一个人行吗？你现在知道求我了？我求你，不能，你不想自己处理吗？那你就自己处理一下。哎。
这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卫生巾吗？这么多，你买的？有人买的。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没有，没什么。那个420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先生您是给女朋友挑卫生巾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推荐你用这一款。全包了吧？啊。那你喘气喘这么厉害？我没喘啊。来，把这红糖水喝了。你熬的？有人熬的。哦。这佣人挺贴心，倒是。你以后出来我都有秘书啊。你知道我揉哪儿吗？你就揉。我知道，佣人教的。你这佣人，哦，醒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。婉婉长大了，小姐要是看到你长大成人的样子，她得多欣慰啊。对了，林晨，你知道当年害死我妈的到底是谁吗？林晨，林晨，是他，他来了。林晨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他来找小姐了。你冷静一点，我是婉婉，我是婉婉，林晨，林晨，你看着，别害怕，是我。李玉兰，小姐临死前见过他，他们见过。我知道了，别再想这些事儿了啊！你先好好休息休息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患者的情况很糟糕。不过我们检查发现，他体内残留了一种药物，能够保持他心脏不衰竭。药物，整个海城能让一个年迈的人续命这么久，这样的医术，只会什么？是他给林晨用吗？你去盯着住房，准备一些水果和点心啊，擦干净啊，不要有灰尘，好吧？尚奶奶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不该这个时候回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打扫这么干净。少爷吩咐说，今天有贵客来。贵客？那他怎么没和我说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先忙了啊。哎，好。来，这个当那个自己家一样，随便坐。回来了。来，这个当那个自己家也随便坐。回来了。华荣公司新来的总监。你好，夏希婉。怎么样，裙子我给他挑的，漂亮吗？漂亮。你站远点看，来看他腿，他腿漂亮。是挺好看，但是你的手。哦，这个伞呢就放在原来的位置就好了。是挺好看的哈。随便坐。你这红中，你这杠上了吗？我今天不玩了。杠什么杠？我问你啊，你们俩现在感情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有没有那个真的是真心相爱的那个感觉？我真心啊，他。不知道。哎，奶奶给你支一招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家动筷子，变菜变饭，来吃饭吃饭。来，华荣吃。奶奶，华荣啊，他在这个公司呢，能力特好，而且人长得也漂亮，很多公司大的项目呢，全部都是他谈下来的。年轻有为，哎呦，给他辛苦的，最近真的多吃点啊！啊，谢谢韩婷，你也多吃点，你饿瘦了，那我可清晨了。
啊，奶奶也多吃一点。哎呦，哦，好。奶奶之前在公司吧，都是我一个人操劳。华荣来了以后，帮我分担了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嘛，以后也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，不能后继无人嘛。哎呀，奶奶呀，就惦着早点抱重孙子呢。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呦，搁厨房那个汤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烧的，我去看看啊。你们慢慢吃。哟，韩婷，你还没介绍这位姐姐是谁呀、啊？怎么一个人跟吃了呛药似的？这位是雨莹，一个女佣脾气还这么大，奶奶都去端菜了，你还坐着干啥？我去端菜了。少爷，您慢慢吃。一会儿晚点啊，有个重要的文件需要你签署。你看这天色啊，已经不早了，不如就留下来吧。啊，留下来，可不得留下来吗？那么多文件，我得仔细看看吧。哎呀，你怎么端的汤底这么不小心啊？真的是。你去处理一下，桌子上东西啊。这个狗男人还知道送药过来，你来干什么？是我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去给我买两盒小雨伞，我今晚要用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陆寒婷的意思？这是两情相悦的意思。成年人之间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？我还真不懂，不如华荣小姐教教我。干什么呀？要不我进去看看吧。华荣小姐教教我。干什么呀？我真不懂、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交代的东西你都听懂了吧？快去买吧。好，买。但你放心。你什么意思？而且不管你怎么做，你都不会进了陆家的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为什么欺负人家呀？人家做错了什么？这怎么还打起来了？韩婷哥哥，你可要帮我呀！他以下犯上，他欺负我。你没事吧？韩婷哥哥，我没事。你还是先关心他吧。哎呀，韩婷哥哥，你一定要帮我！他打了我。我打你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说刚刚你让我买？买，这个死人！你自己能站起来吗？哦，我站不起来，要不你帮我？那你再坐会儿啊。对不起，老婆。我，你说啥呢？她是你老婆，她不是下人吗？我没说她是我下人，就是我老婆。什么意思呀？你们俩何时回来耍我？神经病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都是我的错。这是奶奶嘛？她就想着说，这个我们演一出戏，就试探一下你的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？然后呢？什么感觉？说白了，就老人家他想抱孙子嘛。想抱孙子好啊，人没走远了，去追吧，追啊！奶奶对你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？她就希望咱们两个就加快这个进度，所以就这么想，她也没什么坏心思，把我加到中间，我也挺难的。刚在外面我担心死了，就告诉我说别着急，你肯定能什么那种打胜仗之类的那种感觉。别生气啊！谁生气了？手还疼不疼啊？对不起，但我也挺想知道的，喜不喜欢我？是真心的吗？我，韩婷，韩婷啊！去！来喽，奶奶！怎么样，没输吧？奶奶，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输不输的问题了。你这戏演的，现在生气了都不好收场了。去！富伯，把你汤拿来。喝了它，这是什么汤？我不喝。我是你奶奶，我还能害你啊？喝，我看着你喝。来，
睡觉去。睡觉？睡觉去。哎呀，男人，你给我整得好乱，你别不要再演戏了。老夫人，要是少爷知道这汤里边……你放心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走。干完了，要什么呢？就是要白天那些事儿。开空调了。没开啊。你热的。热？我刚洗完澡，我觉得挺冷。烫啊。烫。我看看啊，你好像有点发烧了。发烧了吗？啊。这是我逼你，我不能控制你的气。不是说发烧了之后就浑身没气儿了？你咋要这么个劲儿？感觉好像是什么？我也说不上来。高奶奶给我喝了个汤之后，我就特别热。汤？我帮你。喂。哎，哥，哎，我这一想你就肯定在。嗯。李大嫂打电话。干嘛？哎，没事，我跟那个夏小蝶结婚嘛，想着邀请婉婉还有您一块来参加一下。你们俩真配呀，那我们俩肯定去。去什么呀？他订婚。订婚？跟你妹。你妹。我跟王总穿衬衣睡的。穿衬衣睡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不还穿着睡衣？我好像想起来了，还有点热，我怎么这么热呀？我。我女儿啊，可真漂亮，难怪苏少对你死心塌地。有了苏家的注资，咱们夏家的公司啊，肯定可以渡过难关了。你爸一定很开心哦。一定会让爸爸失望。我知道，我随了礼就回去。你这么念？哎，不是，老朋友，我今天结婚，聊聊呗。你想聊啊？啊。正好他也想跟你聊聊。谁啊？喂，谁啊？哎，哥，不是门口碰见的。哎，这怎么会都不敢啊。您赶紧来啊，等你。哦，聊得挺开心的。你是不是因为我跟夏小蝶结婚你不高兴啊？你照过镜子没有啊？有，我照不照镜子也比你家那病秧子强的。那你有那病秧子，你外边还包养。哎呀，我怎么跟他们比不了啊？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，但是他家暴我。家暴你？他不仅家暴我，他还玩女人。他都这样了，他还玩女人？一边家暴我，一边玩女人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些。我今天真的没忍住。没事，你别怕啊，我保护。手放开啊！不是你干嘛呀？我没使劲儿啊，苏西哥哥，今天可是我们两个的订婚日子哎。苏西哥哥，你真的要跟小蝶妹妹结婚吗？嗯。喂，等会儿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当时，我说的当然都是假的啦，真不照镜子，傻操！今天呢是我们小女和苏少订婚的大喜日子啊，欢迎大家光临。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
哥哥，你别这样，讨厌，你真坏。怎么回事？苏西哥哥，跟我解释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换脸，是换脸，你相信？今天这婚我就不结了，还有给你们家的钱全都给我还回去。啊！苏西哥哥，苏西哥哥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小西婉，是你干的吧？家里越来越包养小白脸，你还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，你就是个贱人！夏家你们就没一个干净。哎，我跟他们夏家可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他，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男人搂搂抱抱，你亲眼看见的，你都忘了吗？果然是内心龌龊的人，他什么都龌龊。我当时是为了救他，我要不抱着他，他可就没命。你少别瞎话了，你就跟你那个贱人妈一样不要脸。哎，不，你还是瞒着你对我好。你别吵，跟他置什么气啊？之前的事我确实是对你有些误会，给你道个歉。都过去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看今天呢，日子也好，大家都在是吧？你答应我和我在一起。你答应就是这样，对呀。我结婚了。知道呀，不是那歌星我也行。哎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不是你就给我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哥，哎，哥，你才来的吧？不是才来啊，全程都在。视频的事也挺丢人的，这婚还没结，赶紧走吧。结婚呀，哥。那个霍希泽应该停车，他马上就到了。霍少来了，你怎么招待一下？我去看看他，我看看他。苏少，苏少。哥哥，你谁呀、啊、你啊？爸妈，他就是夏希婉包养的那个小白脸。夏希婉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夏家都要垮了，还有心思包养小白脸？闭嘴！婉婉呀，游览院那个也没几天了，咱们一起想办法让他早点死。那是不是如果要是他死了，我们两个就合理合法？对，要游览院那个死了，你就可以上位了。那我想想办法。好，那我怎么办？你说，这是怎么处理游览院那个人？完了，那通电话没挂断。你打算怎么整死他？我怎么舍得？你说你什么都问你，别说我不行，别说我塑造一个家暴男的角色，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那不是在演戏吗？你说没惯吗？那我今天就陪你演一个家暴男的角色。你干什么？我家暴。家暴？我证明一下我自己。不用证明，我觉得你这方面挺好的。这方面不能觉得呀，得实践一下，到底行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我错了。你错了？嗯。哪儿错了？光。你是不是病好了？你是不是病好了？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呀、啊？我。那我们做这些事儿不顺理成章吗？嗯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看到啊！继续。奶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嗯。走了。我给你们门反锁了啊！哎，没人来打扰。我憋了泡尿。我换件衣服。爸妈，这个司机哥是真的不要我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
哭哭哭哭哭！就知道哭，没用的东西。夏家濒临破产，你还在惦记男人啊？我给你联系到国外的学校，你明天就给我出发。我不去。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吗？爸，我回来了。姐，公司的事情我大概了解了，钱的事情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。 陆总，好久不见。什么事儿？你还记得七年前答应我的三个约定吗？现在夏氏濒临破产，我需要一笔钱。你要多少？12个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夏希婉，这一次我要让你下地狱。婉婉，玲玲，我来了！来来来来，赶紧坐。 还有吃点什么？你别管这个了，婉婉，我跟你讲，夏妍妍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夏妍妍，热搜都爆了，你快看，陆氏注册夏氏医疗，整整12亿。12亿？我听说三年前也是这位陆总送他出国，现在又用12亿迎他回国，这位陆总可真是痴情。哈哈哈哈，痴情，这是谁啊，婉婉？ 哎，玲玲，那你知道那位陆氏总裁他叫什么名字吗？他叫陆寒亭。哦，陆寒亭啊，这么巧，你看他在外面耍大个没？他也是陆寒亭。啊，你这是被夏妍妍直接偷加了呀？所以我要去复制家风啊，整死他。怎么了？说吧。出什么呀？12亿送出国，你肯真是个大痴情种。嗯，我送他出国给他12亿一件事情，对，是真的，有这么件事。但是痴情这件事呢，我只对你。那你是个大冤种。这都是认识你之前的事情。我答应他三件事，那第一件就是送出国，第二件就是12亿。 那第三件呢？他要是让你跟我离婚，娶她，你怎么办啊？脑洞也太大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？我了解他。<笑>你还了解他？不是不是，我跟他其实也不熟，没见过几面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两个结婚了，我确实这些事儿该跟你商量，但确实是认识你之前发生的事情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都跟你商量。别生气了啊！你要还生气，要不咱俩打一架。你放人了。 姐，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林婶情况怎么样啊？嗯，情况没什么大碍，但是他跟我说我妈留的东西在寿命研究院，我想取回来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我想自己取回来。 夏希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研究院可不是谁都能来的地方，我这就带你出去。在闹什么？他有没有规矩了？周主任，我妹妹她不小心走错了地方，我这就带她出去。哪来的野丫头啊？这研究院也是你随便能出入的地方吗？你好，周主任，我是新人夏希婉。你就是夏希婉？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被秘密录取，但在研究院这个地方，要是没有真才实学，你也要随时做好滚蛋的准备。 我知道，婉婉，欢迎你来研究院。喂，婉婉，一切顺利吗？你妈妈给你留了一个箱子，放在枢密研究院。那个箱子很重要，你必须要去拿回来。当然顺利了。 只不过东西的下落我还不知道，只有熟悉了环境再说。你太棒了，婉婉，一定要庆祝一下！今晚皇冠 KTV， 我在这等你，不见不散。记得带上你家陆先生哦。嗯，没问题。
我是愚不成不是凡人，拥有点利人。我谁呀、啊？欢迎来到卡拉 OK。怎么喝这么多、啊？你这项链挺好看的。这可是陆总今天晚上送给爷爷呢。陆总，婉婉，你还不认识陆总吧？那我介绍你认识。你们两个不认识也正常，陆总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认识的。我们是不认识，但我知道他屁股挺翘的。对呀、啊，腿也挺长的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说话还是这么的口无遮掩。我口无遮拦。林林，来告诉他，我们婉婉不光认识陆总，而且陆总还是我们婉婉养的小白点。你们两个疯了吧？女孩子嘛，喝多了犯犯花痴也正常。我就是犯花痴，我就是喜欢他的小屁股、小长腿儿。少喝点，我一看见他我就情难。韩婷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要给我惊喜。婉婉，这位是陆总。陆总你好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我不能喝这么多吗？陆总，我妹妹她喝多了，我这就带她回去。走。哎呀，不要，人家要陆总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我喝多了。陆总怎么会带你回家呢？来，我带。韩婷，你放开。对了，妍妍姐，谢谢你介绍陆总给我认识啊，你人真好，拜拜。哎呦，妍妍，他们是怎么回事？你瞎吗？看不出来他勾引了陆寒婷吗？我觉得不像啊，陆总喜欢的好像是夏希婉。夏希婉喝多了，你也喝多了吗？滚！苏西嘛，我有笔交易想跟你谈。到家。先吃。不行。不行你就直接睡吧。哎呀。你跟树懒一样。别起下，你喝多了，早点睡觉吧。最近真的对劲。你是不是？你到底怎么了？陆少，目前来看，你的精神情况还是很不稳定，随时可能会发病。你睡不睡？说了我不睡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快睡觉。要么睡觉，要么你就去洗澡，好吧？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不会放开。我就是害怕我伤害到你了。你是不是傻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只害怕你不要我。我害怕你死了，不知道你该怎么办。我死了一年。不会，你相信我。不行。醒了，苏西。你想干什么？想干，这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坐下。跑！我跟你说，那个人马上就到了。我告诉你，小西，就是因为你搅黄我的婚，我们家现在被赶出了海城。我爸气得脑梗发作，在医院里躺着。你还真想跟夏小天结婚啊？你不怕头上戴绿帽啊？你不是喜欢给人家放视频吗？给你。放开！放开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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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二哥。不，我来。不是。这事儿不赖我，是他姐，都是他姐给我说的呀。我痛！你不痛？痛！你不痛？痛！抱歉，我被我错了。啊，对不起。我不接受。他哥他不接受，嫂子不接受，把他废了。好，你谁呀？哎呦！大哥，不哭了。都怪你没有保护好我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你不是难过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咬一口可以转移注意力吗？你叫我。咬的这么狠。有什么事吗？你试试这个。谢谢啊。哎，那个，冒昧问一下，您知道曼陀罗花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问问它的下落。曼陀罗花毒性很强，会导致人神经错乱，属于全球的稀缺品种。你问它干嘛呀？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？小两口吵架，你哄哄他不就得了吗？你个臭小子，过来！我只认那婉婉一个孙媳妇儿。奶奶，我这个病啊，蓝月先生都治不好，你指望他能治好？以后我万一要是走了，他怎么办呀？这，尽早放了好得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只有他呀。能治好你的病，南院先生都治不好，他怎么治呀？你这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公司了。老夫人，帝都夫人打来的。你慌什么慌？妈，能不能把子谦的订婚信物还我？我说，是你有毛病还是我有毛病啊？啊，我这么大人了，我去偷子谦的定情信物？妈，您就是借我十个胆，我也不敢啊。只是没有信物，我们上哪儿去找子谦的未婚妻？没什么事，我挂了啊。看什么看，自己家还什么偷不偷的。爷爷，你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爸，夏希婉嫁入幽兰院那么久，那个女婿你见过吗？那地方不吉利，咱们家好好的出什么眉头。这一趟您得去，他日子过得太舒坦，是时候让他下来了。妍妍，你这么聪明，有的是法子对付夏希婉。干嘛让你爸去？妈，你猜夏希婉勾引陆总，幽兰院就会知道吗？老太太，陈奶奶的父母到了，说想见一见少爷。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你去吧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老爷，这都等了大半天了，天都黑了，连杯茶水都没有，这幽兰院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麻烦再等等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。我可是你们主人的丈母娘，这都等了多久了，还敢让我们等？这幽兰院呀，也太没有规矩了。今天啊，说什么也得让你们主人啊出来亲自见我们。我。下去吧。哎，您是婉婉的那位？哦，哎呀，
哎，这么多时间没有来拜访啊！哎，是我们夏家的不是啊，您身体还好吧？啊，那个，我们婉婉呀，年纪轻，多担待着点啊！那个，这么晚了，也不好意思，改天我们再来打扰啊。 看过了，太棒了，棒棒，简直就是滴酒消愁更愁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发的消息不要是重复的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没事，多亏了你，婉婉。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是不是事情闹大了？陆总跟你分手了？怎么变啊？话别说的这么好听，明明是他不要脸，结婚了还来找陆总，现在又喝成这样过来，说什么呀？说话别太过分。你在哪个村？幽兰院的那位都能当他爹了，他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什么？<笑>哎呀，婉婉，其实你不如就专心讨好幽兰院的那一位，至少以后也是个保障啊。 我，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那又不就是她老公吗？妹夫，婉婉她喝多了，你带她回去休息吧。胡说八道，少奶奶，少爷让我过来见你。你叫她什么？当然是少奶奶了，我是幽兰院的管家。那他呢？我给他说了，他不能来。嗯，新闻上不是说你是他的老公吗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婉婉，你是不是怕丢人，跟他串通一起来骗人啊？我，你觉得呢？你刚才都是演的。陆太太，咱们回家吧。 老婆，你来了。太太，微信。汉庭，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喂喂，你干嘛呀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如果你之前不知道的话，那么明天我通知你一声，他是陆太太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汉庭，我妹妹她深信放荡，你不要被她清纯的样子给骗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啊你？他是什么样的？我有你公司。行，陆总，你许诺我的三个承诺，我想好了。行，今天说完了。不要你跟他离婚，娶我。我是欠你。 办离婚这件事情，陆寒庭，当初不是我女已经死了，是你欠我的，不然也不会给我那12个亿。哎，陆总，你心里一定有我的感觉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喝多了吧？随便对个男人搂搂抱抱，还说些胡话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合法夫妻，你想做小三，我不拦着你。啊，对，你刚刚说的12亿，你打算怎么走？你要是还不上的话。 陆少，你的精神情况，谁死？走吧。家里不用他管。离婚的事情我同意。我欠你的，你不麻烦你出面解决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欠他的，离婚的事情我同意。 我怎么知道那个冰老鬼是陆氏总裁？都怪你呀、啊！都你干的那些破事儿啊！他们才离婚，要不是看在妍妍的面上呀、啊，我早就把你赶出夏家了。这个我还不是你打我，还不是你没能力弄成这样子！都住手！夏希婉她那个妈不是还留下这些疑点？
你准备怎么做？只要我帮陆总治好他的隐疾，他一定会心甘情愿的爱上我。我女儿呀，夏家就交给你了。成啊，这件事儿也算是有个了解了。你中毒了，你不要命了是不是？我帮你找曼陀罗花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看你自杀的。是啊，是杨生啊，他的病需要曼陀罗花来治疗，那我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子谢，哥，放开他。哥，他中毒了，不过我做了处理，应该很快就能醒。他怎么能中毒？你认识白白？他是你嫂子。我找到药了，就在那儿。药呢？我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什么都往嘴里吃，多危险呀！他是要你们不拦着他呀？他是在给你吃药。他是要你们不拦着他呀？他是在给你吃药。那么危险的东西，他自己连命都不要了。你知道危险，你让他试啊？你问我为什么？好了，魏生，你先去忙吧。你回来，他现在没问题了吗？他没事儿了，走吧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什么都往嘴里喝，你万一中毒身亡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我说了能治好你，就一定能治好你。还提离婚的事。他是在给你吃药，那么危险，就为了你，自己连命都不要了。知道危险，你还让他治啊？你问我为什么？对不起，以后不说了。哎呀，我头晕。你在你单位呢？没人。先生，先生，药人哪里有？那我先去找药啊。先生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先去给你找值班医生。院长，院长，还好遇到了你。院长的病很罕见，整个研究院除了你和我，绝对找不出第三个能做这种急救治疗的人。救人是我应该的。妍妍，你竟然连青春分血也会？说完了吗？你救的？是。那你说说你怎么救的？婉婉，青春分血你应该不知道吧？你笑什么？我在笑。我不知道，人是我救的。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能允许你进研究院已经是特例了，你现在居然还敢说这种大话。我跟你说，我忍你很久了。赶紧把药给他吃了吧，小心人一会儿死了。你给他干嘛？他不是说他救的吗？必须让他负责，人死了就是他的事。走。婉婉，我知道我跟陆总的事让你不高兴了，我可以给你道歉的，但院长真的是我救的。你救的不好，
院长又发病了。妍妍，看你的了。看他的。他的针法跟我妈不像。我帮你去查。哎，你这针谁教的？不要动了我！你这样乱扎，快出来！够了，再胡说八道就给我滚出研究院去！你确定吗？死掉看呢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放开！你要不想让他死的话，放开。谢谢希望。是妍妍救的你啊？我还不清楚吗？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你怎么知道我叫希望？我认识你妈妈。我查了一下，你妈妈之前是留下过。嗯，肯定是夏振国偏心，把这本疑点私藏起来，然后给了夏妍妍。看来我还得回夏家一趟。我要亲亲，我要亲亲，抱抱，去勾勾。说好了。嗯。我忘了。那个，你要是回夏家的话，我可以陪你一块儿。你担心我？啊。那你说，说你爱我。啊，我下次一定啊。下次启动的时候可以慢一点。嗯。宝宝的。刹车可以不用这么着急啊，开慢点。嗯。夏振国。夏振国，好兴致，别喝了，把我妈的遗物还我，还给我，让你再说说，答应我，只要我嫁进牛奶院，就把东西还给我。你干什么？没事，交给我吧。他问你，东西呢？我说什么？夏振国，你现在说还有机会。夏希婉，我对你今生不弃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嘴硬是吧？我最后数三，三，二。不错，不错。院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吗？我有个东西要交给你。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希望你能好好保管它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那天你救我时的针法跟你妈当年一模一样。院长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保护她的。我先走了。希望
你跟你妈妈商量一下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我家呀，这是我家呀。你家？陆寒亭，我哥。啊？哎，丸子，子羡，来来来，哎哎哎，来了。啊。子羡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，就不用我牵线搭桥了。奶奶。这位是按照你跟子倩的关系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妈。啊？哎呦，我都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婉婉呐是韩婷的妻子。您说他俩这关系来说的话呢，他应该叫你一声妈。希望你居然结婚了？哎，哎，你来了。哎，韩婷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子倩呐。哎，你是圣都的院士啊，你怎么把这个时间都浪费在海城的这个什么研究院这儿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？我闲的吗？妈，子信是来找人的。他在找一个医术精良的姑娘，几年前呢他们俩一起救过人，结下了缘分，所以啊他们是天作之合的一对。这姑娘找到了吗？找不着报警啊。找到了，不过他已经结婚了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哎，这还希婉，你嫁到陆家不久，恐怕你还不太了解韩婷吧？了解。你问这干什么呀？妈，他们两个人没有感情基础，婚姻不会好。哎呀，你就别管那些事儿了啊，只要他俩幸福就行了。妈，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坦诚的。好了，他俩的这个婚姻呢还是我亲自给撮合的了，你有意见吗？妈，我不敢有意见，不过有些话我还是得挑明了说。韩婷，诅咒的事情你都忘了吗？诅咒的事情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想要希望幸福就应该找一个正常人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至于子健，我会跟他说，让他放弃那个有家室的。你不吃饭呀？你话怎么这么多呢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？希婉，我劝你，好好考虑考虑。考虑什么呀？啊，不爱跟你坐一块吃饭，话特别多。奶奶，我不想跟你坐一块。吃饭堵着你嘴，就你懂。我也是好心，他们发什么火？哎呀，好心也不见得能办好事啊，他们年轻人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。哎，你别在意他说的话啊。我没在意啊，我就当他说话是放屁了。不，你没在意，你摆着一副什么臭脸啊？我什么时候摆脸了？我都是冲他摆的脸。不是，你冲他摆脸，你对我发什么火？你找事儿是吧？我什么时候对你发火？我就回屋，你把我拽住了，我冲你发火了。我告诉你，等以后你老了，你跟他一样，你别跟着我进了。哎，你这人真是……哎，你刚刚发生生日快乐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我一直都记得，许个愿吧。许的什么愿？让子。你不告诉我，你帮你实现啊？我也有东西要送你。对了，这个青衣配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以前不小心把它遗失了，前几天才把它找回来。嗯，就是你啊。哦，所以之前就是你救的我。现在可能能救不了。我觉得你的状态能救我的根本不是药，
你。